我们对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声明、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我们多次强调，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，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无权干预。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，香港的法治、社会秩序、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 都受到了严重冲击。没有人比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更关心香港的繁荣稳定。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会处理好，请七国集团成员不要再居心叵测、多管闲事、图谋不轨。 至于中英联合声明，我要再次强调，联合声明的终极目的和核心内容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，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随着香港回归祖国，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制。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任何国家和组织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干涉香港事务。